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ny。嗨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 Rosine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一首乌克丽丽版的《有何不可》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宋老师啊，真的细心用心的教导我们，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Wow.